嗨，你好，我是小静。今天是土耳其展会的最后一天，然后也是我的生日，今天又老了一岁呀。在过生日跟工作之间，还是选择工作会更有安全感。我觉得工作呀，是人的安全感的第一步，开始过安检了。这么多人，早上的人还是真的很少啊。在展会上的工作是跟客户见这种成绩，好就是这样。是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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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指甲盖都给他画画。好，现在是在给客户吃一条成品。夏天的时候试了，这条链子已经被我试的感觉好难吃。回来，然后给帮我拍个照片，让他看一下这个感觉。然后今天一天感觉已经试了有30-40个了，因为我的手啊都好难受呀，脖子后边这个地方老是被我自己控制，我的那个手，这个那块皮肤都是红的。再搬出来我再试一个。咱们先扫地上，谢谢。今天一天就在这儿干这个事情。还有一些花，然后这个也要给客户试。牙一疼的话，连脑袋到这都疼了。看这个展会，3点多已经部分的人开始收摊了，有生意的还在继续2个小时左右，然后生意不好的像这种的，看已经收的差不多了。但是啥也弄不明白，语言也不通。现在开始都需要是吧？现在就要。几天？你问他几天？有的人家本来就是别的工作都安排好了。谢谢你哦，服务的真周到啊！来给那娜娜妈妈干一个，干一个，娜娜妈妈今天过生日，给娜娜妈妈干个杯，干杯！来，干个杯的，来来来，干杯！祝娜娜妈妈生日快乐！谢谢你，说呀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谢谢，都没有看见人家。娜娜，咱俩要不要也干个杯？干杯！谢谢妈妈，谢谢你，娜娜。生气了？你为什么生气了？谢谢。胖呢？这胖的不小心疼我养你了。等会胖成这副德行了，怎么？怀孕了吗？是不是有宝宝了你？我看看你是不是有宝宝了？起来，我看看。烦死你了。哦，没有没有。哦，有吗？我感觉是有了。你看肚子那一块大，他头还那么小。没有好吗？看被你烦的。拜拜。拜拜。小朋友们，好喝不好喝？这个奶茶，好喝呀！我好喝呀，我喜欢。你喜欢呢？你小心点，别卡着了啊！你们慢点吸。你看爸爸。噗！噗噗噗噗噗噗噗。你的工作还没搞完呢，我老板，来，我给你冲杯茶，降火的，美容养颜的，符合现在长痘的你。不过我还有一个是让你吃完，说不定还会长痘。我泡个3-5分钟。喝完再喝，再灌的那个茶，咱俩也不知道。我还有好东西，你看，看到给你补血的辣椒，这是我用的，我不要的。你自己说皮肤安全的，只能2个，喝完我都没有了。大老远从国内进来的不容易，真放心。小静的朋友说我们塑料姐妹多就不用了，少吃点。这种辣椒很方便吗？那必须，及时对吧？及时。天哪，这是我目前吃过感觉特别好吃的。马上吃，快点给我做广告，我准备卖这个。尝一尝，这个真的我不错，很喜欢。这是什么茶？菊花茶，菊花鸡米子茶，独立包装的啊、哦，方便吗？这个适合上班的时候带两杯，我这两天展会上都靠它续命。嗯，很棒。
哎呀，不行了，撑了，撑死了。妈，你刚才给妈妈买什么礼物？什么呀？你给妈妈做了什么礼物？看看，展示一下。你打开一下。哇，你看娜娜今天我们去展会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刚刚，然后她跟那个什么，还有这个老师帮我做的礼物。哇，这什么呀？你这画的是什么呀？哎呦，你这是一个你的生日什么的。那这三个小人是什么呀？这个。嗯，这是你，这是我，这是爸爸。哦，咱俩是长头发呀。爸爸头发怎么长了个小刺猬一样啊？这个是你给我买的，跟老师给我买的，一起。对，谢谢你。我先去尿尿一下。啊，你去尿尿吧。好，拜拜。你看你把床打开了。娜娜你好厉害耶！好厉害！阿拉副歌，阿拉就帮我来唱副歌。唱完了都唱歌呀 ！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副歌，读。你。这里，对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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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